你现在应该是可以挑战晚点，晚点，别，你当我刚刚说的话是放屁？我现在谁都不想挑战，好吗？我这里好多。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葡萄做的鱼，木鱼小铃铛。嘿，小伙伴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铃铛。好嘞，欢迎收看我们最新期的《凡人修仙传》第三季。嗯，感谢小伙伴的收看，小伙伴观看我们的视频要记得点赞、评论、点和推荐哦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来吧，咱们先回归这三层视频的剧情啊。三层视频，咱们是穿越去到了混沌之地，挑战了两大妖兽 BOSS， 分别是那个什么尸仙，还有那个什么一击大鸡居。嗯，是的，没错。在上层视频有很多小伙伴，包括之前的视频，强烈要求我给你提升境界。现在狗当的境界应该是大概到了炼虚左右了吧，他血量的话是404点，然后那个防御的话应该有150左右吧。我看一下啊，好像是的，对的。然后身上这套装备的话也是附上魔了，当然我这边还炼制了这么多的丹药，都是给你吃的，谢谢哥哥。在这箱子里面你自己看。我看了，刚刚我拿了好多瓶了刚刚。那么咱们这期的话，按照小伙伴们的要求，咱们贼什么鬼，呸，得去一趟那个幽冥地府了。去到幽冥地府之前，我先把我的境界再给他突破真仙，达到金仙。什么情况？没事没事，快去吧。我现在血量的话是1115点，这边天神丹，天神丹的话它会加血，也会提高我的那个修为增援的。再继续往上升。好的。1049。1066。你知道为什么你那些属性啊、血量啊提升只能每个境界只提升1点到2点吗？因为你不是武灵根啊。不是哦，我觉得不是，因为我之前不是也刷到武灵根了吗？它还是一样，只提升一点。好，我觉得我可能是修的这个筑基那个。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我要渡劫了。哦，还没这么快，吓得我赶紧往家跑。等一下，我还得吃一个那个什么成仙的契机。哇，这个恶心的效果，原初仙气，哎，原初仙气不能吃了，先不管它，先放背包里面。嗯，再把我的血量往上提升，现在1270，1287，我的天，感觉可以提升到1400，厉害哦。好，继续，我要突破了。好，金仙，现血量1423，看一下多少道嘞？我的天，53道嘞！哇，这个雷持续这么多段伤害，疼吗，哥哥？还好，我扛得住，感觉像是挠痒一样。劈的我反倒血量不减还加血，不会吧不会吧，这就有点坑了。少了两点血了，来吧，我先暂停一下吧，把这个劫给渡了。好的。 OK， 渡劫成功了。这个雷劫劈了我近400点血左右啊，后面几道雷的伤害还是挺高的，厉害厉害。那么咱们接下来的话，那个得买7级的灵石，7级灵石，咱们要买一个那个生机石。你帮我准备那个下界之星，不对，星标。准备一个星标，咱们得去趟地狱，然后在地狱那边开启那个幽灵地府的大门。玻璃和黑曜石，好的。你没有星标吗？没有，我哪来的星标？你有吗？哎呦，我有。走。
地狱门的话还是老规矩，来个打火石啊。那边有地狱门。加上面，上面有。等一下，我先喝点 AD 钙奶，把我血量补上去先。我先血量，饱食度没那个，他不加血。哦，五行剑我也用一下。等一下，我到地狱了，你来地狱吧。好。哎，救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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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怎么了？我掉岩浆里去了。过来过来。我也进来了，这哪里好黑啊？这里叫做幽冥，咱们得前去千万地府，这里有只老鼠，这个彼岸花咱们得采一下。嗯，把这彼岸花都采了吧。我记得新版本彼岸花好像是可以做。好像是可以合成什么东西的。奈何桥下面是冥河啊，冥河千万不要跳进去啊，跳你不小心掉下去的话能回得来吧？它会越陷越深，一直陷到最下面去。那我有可以传送啊，走吧。 OK，虽然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但是来了就别先走了。开什么玩笑，哎呀，这个火龙居然在幽冥地府里面，你给我嚣张。做个标记点先，那边还有只火龙。好， BGM 安排。哥，你刚把五行剑给我了吗？没有，来，给你，给你。你别给我，不用给我，你自己加血。我刚刚以为你给我了，我没捡到，弄丢了。就扛着你的火又怎样？不要用尽那个什么锁魂链啊。嗯，怎么啦？他会伤害咱们的灵魂的。灵魂是不是被伤害两下就没有了？你试试。不好吧，我好不容易升到这么高的。你想试一下就试一下呗，试试就试试，我告诉你，应该试不了吧。哥哥你过来，我们试试。咱们得去找那个锁魂链连接的那个棺椁。什么东西打我，好疼啊。应该是幽灵的魂魄。这片区域没看到有棺椁。哎，那边好像有一个，不对，这个应该不是，这一片没有。哇、哦，它会着火，好痛！小心点啊！嗯。哎，我找到了，在这，你先不要过来啊，这里很危险的。好。我先买把镐子，这有锁关阴兵的。安全，先把这个开了，有升级石，再一剑撸掉。哇，这个鬼魂打死了之后能获得好多好东西啊！守关阴兵是吧？凋零式魂咒，这魂铁兽，哎呦，
全都给我消失殆尽。太狗血。哇，好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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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没敢过去。我先远离这片区域。应该是地狱级强化怪太多了。我再过去。你看这一片，什么鬼？我刚想说这一片粒子效果。哎，各位观众，请看崩端了！气死我了！哎，去你大爷的，又未响应了。我这边好多那个，好多道友。木可以胜了。诛仙雷阵。会跳起来。你现在应该是可以挑战。算了吧，稳点稳点，别。你当我刚刚说的话是放屁。我现在谁都不想挑战，好吗？我这里好多，凋零噬魂咒。这里还有那个，还有那个什么魂铁兽。完了，我中了瘟疫。紫极真人。我感觉我的空手伤害比武器伤害还要高。那你就用空手呀。再找下一个，应该要去另外一片区域了。然后这里这个小房子，这个小房子作者这个版本已经弃坑了。原本他是计划在这个房子里面弄一个那个幽冥地府的一个 boss 的。好吧，好可惜啊。看一下这边还有没有那个棺椁。你遗憾的是不能用那个升级石。对呀，我非常的遗憾。这里有魂铁兽。行吧，幽冥地府这边能探索的地方就这么几个。是的。哦吼，我也瘟疫了。这个家伙你还给我吹笛子，吹笛子是吧？移动速度有我快。弄到了一本功法。什么功法？木形化体，化神高界的。哥，你能不能把那个老鼠的模组给删掉？真的好恶心啊！好了，走吧，咱们先回去吧。我先把这个瘟疫效果给它消除。这里还有两只魂铁兽。那个魂铁兽打的话掉好多的那个什么黄黄那个叫什么？其实这个房子咱们可以给它弄一个那个九级妖兽的一个刷怪房。好吧，走回家，咱们这期也差不多该结束了。嗯，金莲地仙走喽。我去，又一条龙。是呀。好，先回家，来吧。好嘞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。感谢小伙伴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